宗教跟科学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？宗教有不能改变的东西的，科学是你只要提出证据，我愿意改变。我一开始我要讲 SOP， 每次都被人家讲说啊 SOP 很死板，我说错了，现在这样做，如果你讲出证据的话，想更好方法，我 SOP 可以改变。所以 SOP 真正的精神是变，不是不变。教育是教学生需要的东西，不是教老师会的东西。你曾经在一次访谈说过这句话，当然不是说现在大学学的东西不重要，但是否应该着重在未来比较用到的知识？所以想请问可妮是否对这部分有大概的政策和想法？除了你之前提过的道德教育，十年后最重要的十个工作，五个现在还没出现。你想想看哦 ，ChatGPT 是今年才有的，之前没有。这一出现，马上改变整个人类的社会。其实念大学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知道？学习学习的能力，不是学习，因为从此要终身学习。第一个要会讲英文的，如果会说流利的英文听写，这很重要，因为你才有办法跟国际接轨。大学重要不是读那个书的内容，是你要建立自己有办法终身学习的能力。很多时候，你认为的正确跟你认为对的事情，跟别人认为的不太一样。大多数人想要的，也不一定是你觉得正确的。那你要怎么去权衡这个取舍？其实这位同学问到一个很关键的题目，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有没有绝对的标准？宗教跟科学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？宗教有不能改变的东西的，科学是你只要提出证据，我愿意改变。所以坦白讲你认为的是非对错，跟别人认为是非对错不一定一样。你可以相信你相信的东西，坚持你的东西，但是你要永远保留一个说，那如果你讲得出证据，你讲得出更好的理由，我愿意改变。所以变其实才是不变的真理。SOP 的概念是这样，我一开始我讲 SOP， 每次都被人家讲说啊 SOP 很死板，我说错了。SOP 的精神是说现在这样做，如果你讲出证据的话，想更好方法，我 SOP 可以改变。所以 SOP 真正的精神是变，不是不变。我现在照这个方法做，你讲得出更好方法，我就改。